Unbelievable rally. Wonderful. 好飞车就可以把第二局呢这个比分追进。哇，看来看起来，李宗伟也是防守的非常的严谨，表现的非常完整。对对对，在上半这个倒地。 The nets, and that really is a decisive factor.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take what you can get. Lena on the floor and up again. Forehand, backhand, and again. And after
after that superb rally.对，一个重复往前，哇，还有，还有，哦，这个球，哦，那这一分看来该李宗伟拿了吧？这么被动没打死，嗯，你看，就是挡不死了，还有啊。哦，你看这一分真的是该李宗伟拿，王老师还是你的判断准呢。两次乔纳森的主动球都没打死啊。对啊对啊，这个球打得比较精彩，这也太精彩了，这个动作、嗯、你看看他是怎么来救球的、嗯、你看这样来救球、嗯、起来以后他们的综合能力都是差别不大的，但是要是把这些技术能力拆解开来的话，在往前这方面林丹还是没有什么优势，对，和这些就是和他同级别的选手相比。哦，李宗伟反应很快，李宗伟这个动作很小很小巧，赢得了主动。那么赢完这一分之后，回头就跟他的教练互相做了一个示威的动作，也显示他现在的心理状态非常自信。这个球他确实really good rally this one. And back to square one. unbelievable. Sensational rally. 18, A phenomenal 14. Smash to end it.